台湾的朋友玩，我跟我太太在这里约会，这个人心鸡汤，你那个是什么汤？咖喱鸡汤。啊，咖喱诶，好好啊，嫩鸡汤啊，嫩鸡腿，这个是私密凤爪。他们懂了，哈哈哈。哦，一个白饭，我太太要一个干巴的面线。OK， 干巴的面线，干巴的面线，祝你们平安喜乐。晚餐吃什么？你们？